新北市三林埔玫瑰立体停车场工程这么哩做，也唔过过去白顶边三林埔英语煞甲你写安尼，高中生是看到雾煞煞。Three four rows, three dimensional parking. 你都乱念的、啊。Large multi object.哦，不对，应该是三重，应该它有个，它有是一个地名啊，它的名字是三，有很多个玫瑰，三个玫瑰。三点半变做三杯玫瑰花，高中生期待讲啊，以后敢真正这浪漫，也唔过下卡，也搁看三 D 英语，你真正看到会昏去。tree 它变 tree 了，为什么是 tree 啊？树，树低。你把它形容在树地的停车场里面会有什么？可能会很多树啊，很多树。上的英文对外国人看到，对外国人还不太认错啊，他看很傻眼。我们台湾人素质不行，素质。什么被讲的有道？他上面就直接 Google 翻译，然后给你翻译下来啊，他根本毫无逻辑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是叫演翻英文体啦。新北市三林埔玫瑰立体停车场，英文翻译将三林埔玫瑰变作 Triple Rose， 变作三杯玫瑰。三 D 的英语 Free 变作 Tree， 英语老师我那看不对。三重它这个是一个地名，一般我们地名就是照音译来翻三重、哦，或者有人写三重。都有在停车场的这个或是停车专业的用途上用词上，我们还是会建议用 parking tower 这个字。Three dimensional 无论如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拼字的方式。停车场的英文翻译竟然出问题，新北市新港处有哪承认不对，叫厂商改善。停车场围篱及工程告示牌刚由厂商完成架设，尚未完成查验作业，因译错误部分已请厂商限期改善。刚才新港处承认不对，亚那波来台湾的外国人真正看这故事，看到雾煞煞。屏西新闻新北市报道。